有时候我会怀疑，坚持真的有意义吗？我不买，我就是200多，没有钱了。明天还会不会变得更好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那为啥不跟我说一声？你知道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是不是只有孤单一人？一路顺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小姐，对不起，我给你道歉。我迷恋这座城市的繁华喧嚣。你要不你就别买，你买假包算怎么回事？我没说要大房子，要好车。却也舍不得故乡的温暖和亲情。对不起。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我究竟是去是留？张总你好。刘老板。赵老师。张总王总。哎，吴哥。安全感是什么？是你努力为自己筑起的高高的围墙。啊，以后不用帮我安排了，招呼也别打，咱俩不合适。是无论多晚回家都为你亮着的那盏灯。小意外都陪着。咱俩就把今儿和明儿好好过。还是银行卡上那一串缓慢增长的数字呢？几十万确实不是小数。那十万能不能先给我？你卡在哪儿？你告诉我，配合你，我尽力配合。我觉得都不是。前面是我的。生日快乐。没钱了，全都借。吴晶晶是我女朋友。我最亲爱的朋友们，请一定要相信，艰难的瞬间只是一时，迷茫与困惑终会过去，敞开怀抱吧，因为你们永不是孤单一人。